吃饭啦，吃饭啦！把你的碗端过去，其实往右边挪一点。哎，你俩是走了这条线。但是他留下的规矩不能变。尝一下你们家的菜。哇！是我们摘的。对，今天吃的是我们摘的菜，是不是？自己摘的菜真好吃。欣欣，他今天在车上一下就高兴了，然后突然就在车上就。欣欣啊！我想看你那个，啊、那个怎么做的？你给爸爸看。给爸爸看我。怎么了？你西西，我交给你个任务啊，你教会新妈跳这个舞好不好？这种舞很难。我再看一遍，看能不能学会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就是这样的手，脚两只手抬起来。然后呢？然后脸呢？这样。表情呢？就可以了。